乡亲啊，要过年了，河滨警分局为着加强金融机构的安全维护，提升环境的反应，甲逮捕现行犯的效能。21号哦，龚全刚来到河滨农会进行红唱演练。某年哦，一对独鸳鸯邀请哦抢银行，就伫咧逃走的过程当中，过来变装，最后也是被警察抓起来，过程哦是真逼真。年关将近，河滨警分局25号伫河滨农会进行红唱演练。某年一对独鸳鸯为着买毒品，也请抢银行。来，你干嘛？你来干嘛？爹，阿爹，没听着吗？阿爹，上家领导上戏哦。进来，进来。对于过程，佮趁机变装，最后不敌警方所布下天罗地网，被拦截围捕。演练过程相当逼真，虽然现场有红唱演练的军事表演，也是予袂少乡亲惊一跳，就是真正拄到抢银行的代志。第一个就是要借由这个防抢的演练，来检视我们员警在类似抢夺案件的一个处理的应变能力，那侦防能力够不够？那以作为我们后来以后。来测进我们拦截围捕的一个能力，那提升联络联系的一个效能哈。那第二点，我们要借此就是要宣导各金融机构，平常对于我们机构本身自身的一个，比如说防墙、防盗、监视器，还有这个内部的警铃，这个安全措施是否完备完善？那也要检视我们内部的员工对于类似抢夺案件的应变处理能力是否足够，一定要积极哈来强化我们机构本身的一个防护能力啊，以往这个防抢演练呢，嘛当阮员工哦，第一个紧急应变啊，临场反应哦，做些反应的措施啊，保障了咱的存款吼，对咱家囝子的安全吼啊，过年中间要到吼啊，咱存款吼留大笔的金额啊，本领吼。啊，加招一下看，是哪块大笔有需要来农会协助，来和平交这边啊，来概念了吼，保护恁的存款吼、领钱吼安全。年关将近，河滨警分局特别加强金融机构等财务汇集处所的安全维护，也提醒民众，若要领大笔金钱，爱约带人做伙去，或者是向警方申请户钞，降低被抢的风险，让大家会当安心过新年。台中华新闻杨宏武何必采访报道。